来高雄过好年，高雄的阳光就是我们最大的本钱。哦，在很多地方，在农历过年期间非常的寒冷或者湿冷，但是高雄非常温暖，暖冬。所以我想来高雄过好年，我们白天有花田，晚上有灯会，初一岐山老街我们亮灯，初四我们冈山点灯，初七爱河两岸灯会整片亮起来，然后我们佛光山祈福灯会也都开始。我们高雄灯会非常高兴，除了我们各个，除了在爱河两岸等等啊，今年我们在岐山冈山也一样有非常澎湃啊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灯会活动。更高兴，我觉得我们佛光山整个祈福灯会跟我们大高雄所有的灯会活动，我们一起来跟所有全世界来推销，谢谢佛光山对我们的支持。今年佛光山的春节平安灯会，那么跟我们整个大高雄的爱幸福这样的一个主题呢，所以特别把星云大师幸福与安乐的想法，还有爱幸福的这种想法呢，结合在我们灯的这一个布置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新开辟的这一个佛光大道当中，有200米都是以幸福与安乐的方式来表达，用花灯的方式表达，有动态的方法，也有用静态的模式。那么另外的呢，也就是为了把这种幸福与安乐的想法要把它表达出来，所以呢，我们从农历初一一直到初八这一段期间的白天，我们呢有一个化妆游行，欢迎所有的市民啊或是团体可以来参与这一个化妆游行。那么晚上呢，我们从农历的初一一直到十五，我们晚上还有一个提灯大会，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前途照亮，把我们的台湾前途打造光明。全台最盛大的海港烟火，把掌声鼓励一下，这是我们全台湾唯一释放海上烟火的场地，相信大家已经体验过它的魅力了。好，那第二个亮点呢，就是我们也是全台，我们都是独属绝无仅有的，这是我们的光管动画声光秀，有非常惊奇的声光剧场。而且呢，我们光荣码头旁边的铁道桥呢，由梦幻灯海来装置。而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刚才有看到一些表演团体，人家英国的爱丁堡应该已经跟我们这个规模差不多了哈。